刚刚那个镜头是三傻大闹宝莱坞是吧？对。不是，感觉迪迪和错错瞬间变成一伙的了。对对对对对。早上还在 battle。完全都不一样啊。但是从一点点的细枝末节，我们可以知道跟健身有关系。嗯，我是很喜欢健身的，所以四号男嘉宾刚一晃出来的时候，我是觉得会很期待的。健身教练，肯定不是教练，他可能是管理教练。我嘛，啊，开健身房呢？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哦，哇，那你们那店生意不好吧？让我们换一个心情。他的店还可以，就是我知道换了几次地址。那我接俊办卡，我要求我每节课都有杜海涛亲自来教。哎，那还算了吧，我不用了。我好好带你练练。好了，我们各位亲爱的侦探，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第四位，我们的心动男嘉宾要进入到我们的心动小屋了。到底他的到来会给我们的小屋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？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。4400万 AF 双摄自拍照亮你的美。本节目由轻薄自拍旗舰 vivo S7 独家冠名播出。花和茶本该在一起。本节目由花清香茶欣味的康师傅茉莉赞助播出。各位辛苦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